居家烘焙咖啡豆，在这次烘焙哥伦比亚葡萄牙产区浅焙咖啡豆，目前的温度是123度，要达到200度以上才可以下豆。现在已经温度已经200度以上了，我说现在开始下豆才烘焙了。现在烘焙机是，热烘式的烘焙机，所以去浅焙、浅焙难不倒它，发挥它的功能。那中焙当然不用讲了，小 case。锅炉中的咖啡豆慢慢在翻转，在烘焙了。它慢慢的会改变那个颜色，比较深的颜色，预计大概是41分半钟就完成。目前的锅炉里面的咖啡豆是渐渐变成浅咖啡色。现在慢慢锅炉里面的咖啡豆已经已经爆粉了，像快要下豆了。现在下豆以后，再在那冷却槽冷却，把咖啡豆的热量把它冷却起来。
现在目前咖啡豆已经冷却完了，可以下豆了。做完豆就完成了，这个是要挑瑕疵的咖啡豆。